可以，不可以。这现在痛吗？不痛，不痛，不痛，就是。我看看，它是这样，有一个角度就痛。痛，你把那个角度弄出来。这个地方，对，不疼吗？对，这个地方。这里头痛，一按上去，哇，整个头是发麻的。对对对，真的，我按上去也没有感觉。嗯，就是说我现在按没有感觉。嗯，那就说明还是见效了。嗯，你怎么刮出这么一个医生来？最早是毛领事他夫人，嗯，带着毛领事就是他夫人是在一个报纸上看到的，嗯，一条消息，嗯，然后他就打电话。打完电话以后他就去了，嗯，毛领事他不是打高尔夫球嘛，把这个肋叉子这儿给弄伤了，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毛太太呢是膝盖让他一摸完了再也不疼了，就一下也都是一下就过电的感觉。我那天结果他第二次治疗以后他就把他带到领事馆去了，然后那些人都觉得好了，都是腰啊，要不紧的。后来他第三次他们在麦秀堂约的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来试试，他说我看你挺痛苦的，每天围个腰带。我说那就行吧，我就去了。去了我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看着我那走路姿势都不太对嘛。然后过一会儿第一下弄完了，哎，我说真是腰一下就轻松了，不像原来那么紧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正好我们那天只去了六个人。张大师说我现在火炉子正旺呢，你们要是完了，后来毛领说那我们要不然再来一次，说行啊，我们就又一人又做了一遍，一下就轻松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而且我是周二拍的片子，周二拍的 CT 嘛，三四五加底一都有问题。我这星期五还是星期三找他去，哎呦，我那时候都觉得绝望了，我扎针灸也不好，然后怎么着也不好，我们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好几个月都坐不了凳子，也没法老站在一个位置，结果一下就弄好了。我原来进了屋里我都不敢找凳子，看人家坐着特羡慕，现在我进了。哇，你是哪子栽的？那树上。树上种上去以后它可能还会越来越好，会扩散。扩散以后，你看像刚才那个就可能太多了，重太多了，牵头晕。还有晕呢，因为太多了嘛。对，他从上一直下呢，啊，从上一直到下，说怎么办？过敏也能治啊，过敏特别有效。真的真的，哇！我是过敏，真是相当吓人。正过敏的时候了，他就是正过敏啊。那鼻子、脸都是痒。这地方不管是种这里，其他都会有帮助的。不，那看你的体质。他有时候体质好的话会上很多。要是体质不好的话，就只有一个不好。啊，那这过敏高做哪呢？过敏，我要眼睛也要眼睛。我就是认就是拐的那个角度，他对我说，对，因为他的刚好那个角度要拉。是老伤啊，一直是老伤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经常拐的那个地方刺激。不，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你这样拐就只有受伤。只有受伤。我刚才帮你弄的话，就等于是把一个药放进去了，让他自己恢复了。啊，自己恢复。那恢复好了以后，那你不建议动他了。他现在不要动他，等他完全不痛了以后，你再动他也没关系。哎，好。不过这个东西可能吃药也吃不好，真的。对，吃不好的。吃不好。然后找那个按摩啊，按摩更没用。按摩你知道，没有气的人按摩是吸你的气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哦，像我有气的人，我站在没气的人地方，我治他的病。嗯，但是没气的人站在有气的人吸他的气，所以为什么不站近点？所以没气，真的，我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站在我的话。您就会吸这个气，你的病就会得。但是有一些人他有病的话，他能乱摸你的话，你反而会得到他的问题。我是一身的病，别人看我都好好的。因为这头头到脚没有一块儿好的。你从这儿去推理以后，从这儿推理以后就知道为什么以前古时候的人说啊，阴气的地方不要去，不要去那边晃来晃去，啊，因为什么？你无形中会吸他的气。那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站在我旁边头不痛，那就你就知道为什么。对。所以你身体不要乱让人家按摩啊，因为有些人有问题啊，他越按越糟糕。我确实是因为他是阴气比较重，检查不出来，怎么检查都是正常。那都已经好了，你就觉得很奇怪吧？你能不能跟他看看到底是不是？不，他是虚弱，虚弱是吧？他虚弱，虚弱的话就是他一般外面很容易进去。哦。
外面的问题，然后给它吸进来，对，你知道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反过来了，因为你很容易吸气，我站在你旁边的话，你就会无形中又给吸过去。哦，那也是，那也把好的吸过去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是容，因为身体比较虚，对对对，它没有东西发射来，是是是，所以容易吸人家的糟糕气。嗯，我说我原来阳气都没了。嗯，这是著名歌唱家。嗯，嗯，想说，哎，我这个东西三十年一下就好了。嗯，你看人家怎么？人家也是我随性。哎，对，嗯，那肯定是拿提成或者干什么？又不扎针，又不吃药，又三十秒或者几分钟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你们的问题跟我一样。一个月讲一下呼吸，我刚拿起张名片。嗯，所以这个很难讲，没办法。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一波人都是问题太大了。所以我就为什么讲了这一百讲，因为讲了人家不信，反而惹了一身糟。对，他信的就白找你了。信他根本就不是嘛。啊，不是，我也没办法。很多人就是这样。我就要真的是现在就是说，只是脖颈上是还有一种那种酸酸胀胀，就是这一点。哎，现在我怎么按没有感觉了，我原来也按嘛，不要按，就是那种，如果一按这个点的话，整个头就是发麻，然后酸胀的那种，当然也疼得舒服吧，反正那种，这个脖子已经是影响了我那么多年了，就是不舒服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以前呢还老这么乖着，抬不起头了，低不下去，那现在没有这些症状，现在就是疼了以后，整个头半边脸有时候都发麻。所以你们要是知道有一些朋友嘛一样的问题的话，你就知道喂不吃药可以。哎，不是，也是对这些老伤啊这个东西都很有关，因为这些药是做不了。你就是那个现在的西医啊，根本做手术没有问题。那怎么办？因为科技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办法解释，因为我这个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。但是定制好了，这个试试方弄了就不弄了，他说就好了，试试方的已经好。所以你要说科学的话，非常科学，多少个人试了今天都有效，而不是说试了十个三个有效，十个有效，几个有效，对，这个东西很科学。你这个要不要比方说我这个旧伤一次，然后慢慢的过个星期还要再加重点，这就要看你自己，因为你晚上睡了一觉以后要是再不痛了那就好。那个川里问你上次买的时候他那个有的时候断手断脚的，你过来说。